子，面子，你的面子能救他的命吗？我告诉你，他废了，他彻底废了。谢了，谢谢。段总，段总，公公他又发作，我该怎么办啊？那你还在这儿废什么话呀？还不赶快去找于大夫？段总，哎呀，哎，就别烦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我说的你听清楚了没有？有用，我就要一颗，就一颗，就一颗药。萌萌，你听我说。我现在在去昆都的路上，我回不去。你给于大夫打电话。你去昆都，你去昆都干什么？去昆都，我现在去了药，现在去了药，我好伤，我要死你猪脑子，听不懂我说话的意思。这种东西怎么能落到他们手里？吴关总。他们真的太急了，我实在是来不及处理这些资料，现在怎么办呀？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东西从他们手里抢过来，不然我们都完蛋。睡了。老万，每次他犯了瘾就把我叫过来，之后你又不管，这样反反复复根本不是办法吧？萌萌从小没有妈，总觉得亏欠他，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帮帮他。我早和你说了，把他送到戒毒所来，我帮他戒毒。不行，儿子还小，路还长，送到戒毒所里就废了。再说我问和他怎么可能有个吸毒的女儿。什么他妈混账逻辑，什么从小没了妈呀？你的意思是没人管他是吗？萌萌吸毒是他的事情吗？是你啊，是你的责任，是你万和达的罪恶。我们戒毒所里面所有的学员，他们全都有自己的理由，什么什么空虚啊，什么寂寞呀，什么没有接受过教育啊，说到底没有爱，他们感受不到爱。你有过爱吗？你爱过他吗？我告诉你，萌萌现在这个样子，不送到戒毒所他还能救吗？还有，这他妈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你自己的面子？面子，面子，你的面子能救他的命吗？我告诉你，他废了，他彻底废了。谢了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有细菌。